即将上映全新车皮，这是要亮瞎谁的眼啊？众所周知，18点即将上映全新大转盘《和平天团：时空协奏》，衣服总共有4套，全员是时空协奏火花，这套是以华晨宇为原型做的，衣服整体上身效果还可以，后背半只翅膀若隐若现，应该是为数不多较为好看的男装了。第二套是时空协奏回响，这套是以田曦薇为原型的，皮肤整体设计语言感觉一般啊。第三套是以虞书欣为原型的时空协奏清闲，一头巨大粉色双马尾，瞬间碾压心动时刻，而且这皮肤是全身呼吸灯设计，灯光从头发蔓延到全身。最后是以宋茜为原型的时空节奏合音，这套衣服上面水元素很多，头发渐变色的，捏脸非常漂亮，整体感觉挺飒的。当然最关键的是这轮大转盘带来全新轿车和双人跑车皮肤，这是一个 B 轿车皮肤，是不是感觉流光溢彩，看起来很帅？那再看3B 车车皮肤，骚气十足，直接亮瞎双眼。最关键的是还有这个新出的全息换色功能，使用后会有4套皮肤的投影在车底，然后这双人跑车 3B 皮肤同样也有投影。18点上映到游戏中，记得先别着急抽，因为我直播间里面有6折幸运币礼包，能省下不少点券，记得回看转告。